行，今天我们通通去看一下团团台，好，我巧克力跟小雨在打斗了，观战对决、欸。哇塞！哇塞！三角形很凶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哎呦，打斗打斗、哦，前往观战。啊、哇！巧克力快倒了，好帅好帅！哇，巧克力健康，打一下射七十二哎，快戳死、欸！快死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他做的真的很棒哎、欸，都不僵直哎、欸，不会很僵、欸。对啊。对对，我游戏成本真的画很凶哎、欸。嗯。我觉得巧克力会输哎、欸。你们觉得巧克力会？再下注一下，你们觉得巧克力会赢还是小雨会赢？哎、欸，他们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停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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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累了，第一天晚上了。第一天晚上。第一天晚上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时间到了。啊啊哈基！然后跑去咬哈基哦。对，他跑去咬哈基，哈基死了，哈基没有战斗力。哎、欸，我知道怎么赚钱了啦！怎么赚钱？去探勘，然后卖化石。原来如此。啊，现在是三角小雨跟三角泽平。哦。然后怎么用哦？那食物都在上升的，很好笑。吃饱，这要怎么搬走啊？嗯，叠灯，叠灯，叠灯，垃圾，是垃圾吗？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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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怕哦！他既死掉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你没有，你要怪就怪你不是生在三角龙。三角龙有自保能力。对，好怪哟、喔，好滑稽的。海洋龙是什么？呼一下，呼一下。啊，我要不去加分。嗯，我带你妈咪去加分。不，这招什么？等下要不要把你搬走啊？怎么一直在这边？右键没办法吗？啊，不行，这个场地，我到时候已经把那个树跟路全部拆掉重盖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直播乱玩的啦，到时候我要重玩一遍了。这个真的是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把你搬走啊？看一下，人家巧克力在忙哦，不要叫人家，不要去叫巧克力，人家巧克力在忙。对啊，空中支援哦啊，我盖飞机。哈密狗主题公园，哈哈哈。那就发现每一个人的哈密狗都不一样的 ID。对啊。搞不好可以巧克力取草食性的啊，小雨取肉食性的啊，对啊，搞不好就反扑反杀吗？对啊，反扑啊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又想打架了？又是大变化实战哦！哎、欸，换我疾病了、欸，你疾病是怎么用的、啊？疾病，我疾病就那个啊。放给他，对啊，对啊，车车可以射那个啊。等一下又干嘛要打架了？我的天哪！你负责照顾的恐龙生病了，赶快治好他，否则……哦，这次是换哥哥在跟他打，打架打架打架，看一下。救龙喽！结果结果结果，来来下盘下盘，泽平会赢还是巧克力会赢啊？下赌盘下赌盘，两个人打。这个系列也不错哎、欸，就直接斗兽场，对，斗兽场，斗兽竞技场。哦，巧克力的血量、啊，你逃跑了，你逃跑了。没有，你们俩好像都不想打了。我来救你啦！对，我不打了。两边的血量都……哎、欸，那恐龙嘞？你跑去哪里了？惊慌，惊慌，很害怕。找到了。是恐龙吗？是小雨啊。我没有，我射不到。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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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
恐龙治疗完成。我靠！没有，要看他们心情。吃鸡耶、欸！我还没命名。拍照来拍照。是还没命名。不知道命名谁嘞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麻不是麻醉，不是麻醉，拍照拍照，来看屁屁。可以打那个吗？可以打那个副标吗？太安逸。可以吧？有了有了，他也在惊慌吧？四处走动。不怕啊，这边有一只肉食性的哦。我你干嘛那么嚣张啊？因为他肉食性啊。刚刚他寄给女人已经被吃掉了。别把这想成加班，啥？就把它当做加薪。在巡逻站命中率。我不在里面的。就有越多机会增加。我可能不想被吃掉，顺便把自己放进去。哎，对，我没放在里面。我怎么上身呢、啊？那个今天直播结束前，我再把恐龙放出来摇一摇，让你们看一下咬游客是怎样，超坏的。哦，我的腰出来了。哇，很帅耶！大家真的都比较喜欢肉食恐龙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按那个恐龙会有那个星星的等级？有啊，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肉食恐龙，让群岛上的游客保持心情愉快，是我们。可是我其实比较喜欢草食，因此我们得确实满足他们，因为有些很可爱。某方面来说，跟照顾恐龙有点像，只是对方要求更多体谅。哎，你注意点哦，不要不要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哎，对，我要去开车看一下会不会追我，我要去开车车。你知道这游戏可以开车车哎，开车车。不是不是，我是开吉普车。会不会打起来？等一下。哎、啊，我开反了，我开反了。不是你们家的博士吗？不要、哦，就撞一下。几位？这边有肉肉啊，吃肉肉，怪吃肉肉。啊、弄掉。哪里？那怎么把它赶进去啊？等一下，干游客都好神哦，会位移耶。啊，以为他很嚣张。来，我们去拍他的脸。阿伯。等等等等，不行不行，你这角度不对。我在驾驶直升机喽。拍照拍照拍照。阿伯啦。跟谁讲话啦？哎呀，我想一下哦，买不起 GTA 可以买这款游戏哦。等一下好晕哦！你很坏、欸，他就长这样，你是要怎样？啊？对游客开枪哦，试试看。啊！开他，开那个阿伯。就无敌耶、欸！后面那是老公吧？无敌耶、欸！射了居然没有那个麻醉他。哦，他直接穿过他的神巴巴。对，巴巴。啊！很多人啊，就游客、啊、不要打架哦，和平，和平，你会睡着，不要。我们去找，知道了。治疗巧克力，我还要花钱呢。打败巧克力。他们满满是阴孔。你必须照顾好你的恐龙，他们的健康十分重要。哎，不要啊！你们都睡觉。哇，所以这样拍照就可以。不会，两边都不要打。治疗。都不要打。两边都睡觉。哇。是屁屁。你需要召集境外运输队伍，将这只恐龙安全的送回围栏。啊，不能撞龙。啊，还要运输队伍。啊，不开车了，不开车。可以下来吗？你会被追吗？你不是说他会追你吗？运输队伍、欸，他就这样卡在中间啊、喔！我以为他会飞回去、欸。有恐龙？可恶，他不回家哦，那你就在这里吧。啊，他们有要打架？
要打架啊！我成功阻止他们打架了。居然他们又打起来了。没有，我把两只都用安眠，对眠镖，然后把他抓走。就算他们的率性而为意味着他们会猎杀，那也是必要之举，因为那就是他们需要的啊。需要，需要。露露，六羊，哎，可是他有刚好被治疗过，哎，他健康状态，哇，好凶哦，好凶哦，爸爸，因为打完就跑了，回收完成，当然要跑，我也放羊好了，阿弟很，没看到啊，在这里，哎。天哪、啊，你好像不被抱起来哦。然后嘞，把它丢下去吗？我不是，我丢下去也太残忍了吧。都买衣服。哎、欸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他们就看得很开心啊。恐龙在打架，我们看，还在拍照。欸、阿伯还在拍照。过来拍，过来拍。又没钱了，可以啦，这样钱可以了啦，刚刚好了。可以啊。欸、行了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要去追羊吗？好难。